第一民政局长颜新彪，生活科长吴金喜，人职科长黄素美，官庙科长李贤春，家里科长朱雅宏的陪同下，每一市长一月28号来到新华的五四工兵群老军。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国军五四工兵群来这个慰劳他们国军的辛劳。那我们知道，事实上在整个防疫过程中，五四工兵群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管是在防疫或是在平常的这个对于防灾的部分事实上都很谢谢国军弟兄对于民众的这个帮忙，充分展现了民进军军爱民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我的同时也准备了早安的礼盒含着水果酥来送给国军，感谢因的辛苦，也祝因新年快乐。谢谢，新年快乐，谢谢。那在快要过年的时候，也借这个机会来表达我们代表台南市188万市民来表达对国军的一个敬意跟慰劳之意。那也谢谢他们对我们的帮忙。请看镜头，国军大队长。第一离开之前，我们就也含着大家来翕相，再次过来讲感谢。谢谢大家，加油加油。